韩日混血女星小崎炫，因在综艺节目上展现超强的观察力与逻辑能力，被封为狼人杀女神，而成为观众注目的焦点。知名实况主 Toys 在入狱前曾开直播大方热爱小崎炫，还向网友喊话要帮我照顾她，这让小崎炫多次跃上新闻版面。尽管小崎炫对于 Toys 的热爱事件未多做回应，但她依然时常透过社群平台分享生活和工作日常。昨三日，她一口气晒出多张自拍照，透露自己还在适应这件事。小崎炫三日透过 Instagram 的现实动态上传了四张美照，其中两张以拼图的方式展示了他的新造型。画面中，小崎炫剪掉了过去的直长发，换上了中长微卷的新发型。他穿着橘红色短袖上衣和黑色百褶裙，不吝啬的秀出逆天美腿。自拍照中更能看出他有美的身材比例。在四个照片中，他戴着细边的黑框眼镜，一会儿比出药的姿势，一会儿用双手托着下巴，对住镜头露出甜美笑容。过去，小崎炫时常以长发造型示人，这次换上新发型似乎让他的心情也变得愉快。他透露，现在的头发是造型师爱的长度，难得换上新发型。小崎炫在自拍时也开心地写下适应新发型各种自拍。事实上，小崎炫在上个月底才分享过换上新发型的心情，坦言是受到设计师的鼓励才将头发剪短，并感慨表示自己正在努力适应所有不在计划内的事。小崎炫的新造型曝光后，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，许多人对他的新发型赞不绝口，认为这样的改变让他看起来更加清新还有活力。他的粉丝们纷纷留言表示支持和祝福，希望他能够顺利适应新发型，并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美好瞬间。小崎炫在Toys入狱后依然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，并勇敢地尝试新发型，展现了他适应新变化的勇气和决心。这次的改变不仅让他的形象更加亮眼，也让粉丝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。未来小崎炫将如何在演艺圈继续发光发热，值得我们期待。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讨论哟。感谢收看 Linux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按赞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